啊，同学，今仔带你食火锅啦，上车上车。哎，哦，人讲呢，冬天的我开车较舒服，我来开一下。哎呦，那用卫星纸。哎呦，来一二三，仔细看哦。你看，我，靠腰，真正的，人讲那个啥，寒天有无？就是那个电瓶，就是会容易下课。我第一次拄到啊，我讲用这阿爸龙的嘛，无讲较好用吼。来，你帮我塞一下，唔好加再比比有发现。来，先首先撑着，撑一下。你这无阿克索吧？我用来去扛来。这个我嘛装偌久啊？两担，怎么是109呀？109，还是要到当半啦。事实上，这个也是可以挖起来加水的。好，来，那个正极的加，正极负极，好 ，OK。来，好，抽罩，接着桌面要来发动了，真嗨呢！昨个够晒，讲今天天气突然间变比较冷，就鸭子哔哔了。哎呦，你那，哎呦，十点多了，哎呦。但迄唔免开电啊，敢有可能我这阵嘛无充电，奇怪。等一下啊，恁娘这袂记关下哦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等下，我看内底剩几格啊？啊是连这锂电冬天嘛要白痴。啊，倒无半滴啊！奇怪，内底奈无半滴。我再去充电充一下吧，惊到。来。我另外还有一组，先暂时插上去。接啊，这个吼，来，这个买几啊单啊？这个同学有说会不会衰退？我买了大概2年半，真的会衰退。哎，好来，你甲夹袂啊？然后先测试那个电给人家看，伊这有无？你正常甲撇过来，你把它按这边，它这里会亮，有无？安尼就有够光啊，有啊？啊，你多想迄边无够无半地带。没灯。所以那个放车上也可能在下课了，去夹嘞。负极。很好夹嘞。好，来我给它发动哦。等下。好 ，OK。你看，锁匙提提一坐机啦，看真烦嘞。偌济？电压偌济？还没显示。哎呦！你怎么没显示？哎呦！9.1，9点。靠腰嘞！啊，刚好那个电瓶嗨嘞。9点是10点几这样跳、欸，啊！刚才叫跳得嗨，靠腰嘞，刚好夹。这个不是有视窗？对啊，啊！刚才电瓶下课的呢。嗯。但我看我会记，我这下无可能较无电，你唔知？没有那么烂呢、欸。真的无半滴电呢、欸。这个要充。那输啊无半滴，真两公呢。哦。这个不是有视窗什么的？无，唔是，这袂准。伊，按我刚才电池可能要下课呀。你这我放车顶嘛，足久无充电的啊。塑料呀，啊，塑料、啊，这个电瓶，这个电瓶挂掉，这个电瓶挂掉。你看那个来历，你要搬掉了。来，你仔细看，它整个电都没有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它瞬间都吸光了、啊。对、啊。你我记我内底无可能拢无电啊。有啊。对，完全吸光了呢，惊到。不要紧，我们继续充电吧。好。来分享一下充电过程。我两条都刚充了8了，你看哦，它这边哦，干进去之后。哎、欸，那个电瓶刷无半滴，你看，对啊，惊到呢。我跟你讲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两颗一起干上去，一定会发动的。好，等待。啪，切换到外景。我讲，等待充电过程当中，我觉得这一颗电瓶，差不多要下课啊，因为差不多年半了嘛。好、哦，即马109。迄、那个大概2月嘛，1月底嘛，空间也无看耐用呢哦。好，啊，以我大胆假设，这个敲开应该里面可以加水，我觉得啦。不要写啊！这不是多懂的不？好来哦，5432进广告，对啦。哎呦，有水呢。哎呦，啊靠腰啊！哎、啊，这真正人讲冬天无啥会发真正的呢，啊，真正卡起来，
吼、哦，有水吼、哦，啊，歹。所以人咧讲，冬天会难发动，真正叫我拄着呢。即马气温才超十，超即马超十二三度尔嘛，还好呢，奇怪。靠，用来怎用呢？好。咦，这边哎、啊，这边啊，水敢看较少，我看者，咁还好啦，这样还好，这样没有少啦。我这样有啊。安尼有啦，啊，真正卡伊啊，伊有这个本来啊掉进去，掉进去就挂啦。请等者，等者，我看者，这什么鬼？谢谢老的豆啊，你唔知？哎，这桌面那个很贵哦，会好耍哦。来，安尼无要紧啦，应该是。伊冬天的假熬呢，好了，拿来充电啦。来看一下，这边已经哦充到满了，这边还差一格，没关系，直接拔掉。好 ，OK， 直接拔掉要上了。好，来充好之后，来到现场。这真正人讲这爱马仕电池，冬天难发动啊，真正叫比比度着呢。第一次遇到呢，我跟你讲吼、哦，你等一下啊，那未使先有无？那无够，你加减两组了，嘿，因为我刚我这个也有衰退啊，这个刚好衰退扯平啊，你就夹的正负极夹的安得啊？我先发动看看，哇、哦，真棒呢！来，所以哦，一触即发，安尼真正啦，来，电压起来，电压起来了。白龙学妹来做个总结哦，这个我大概买了快两年哦，它会衰退哦，会衰退，先放好，刚好有两级，然后它发动之后，现在13.7嘛，我们再把它让它大概怠速个三分钟之后，我们再发动，啊，先关掉较好算啦。因为一般、哦、那个车子在回冲很快、啊哦、所以冬天真正那个电量会衰退呢。因为这台车几乎是每天在开的、啊。好，那、啊、正常你把它关掉，关掉马上开，它还马上能动才对。对啊，瞬间伊天气伤寒就缩落来。好，做个总结。来，白龙雪的总结就是，这个我大概买了两年，我买了三组哦，它大概两年之内它会衰退，而且衰退之后你那个电瓶没电，我来往后推一下，没电，一像这，记得爱马龙大概买了一年半左右，它第一次遇到这个寒流，今天外面气温大概是11度，一向速流行变瞬间启动，变那个啥。系统连起来，你知道？来，镜头过来。哦，啊、你像我现在断电之后，那个电容它还有残留，那个电力会慢慢消失。哦，大概就简易分享给同学。然后，因为这个东西也是算是耗材啦，丢在车上记得要定期拿下来充电。因为我这台内底弹起已经差不多要到3个月无充啊。好，感谢铁之路同学帮忙拍摄，谢谢啦。